你不是和舒青闹翻了吗？ 你想起诉我也好，报复我也行，我都认了。你已经得到相应的惩罚了，我可以不起诉你，但你得帮我做件事。说吧，你们今天约我来。 到底想干嘛？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场直播，直播里会解释苏雨立刻退圈这件事件的来龙去脉。神经病！你不在乎你的家人吗？你把我老婆怎么了？忘了告诉你。 我的朋友应该已经跟你妻子见过面了，他们会一起看直播。要是他知道你平时是靠把别人逼上绝路谋利，哼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不，不可以让他知道。平时靠曝光他人隐私为乐的你，不要这么双标啊。Hello，大家好。 今晚7点，我会在直播间宣布一则重要事项，不见不散。书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事儿？ 你冲我来！直播7点才开始，你还有时间组织。我相信你会回来配合我们完成直播的。 哎，舒星，你还在那儿吗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找你。
我还希望你去自首。好，但是我想安顿好我的家人。 还有一件事，两年前的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两年前，晚宴的前两天，我收到一个匿名爆料，说宴会会有重大新闻，所以我才要挟凌云进入宴会。 视频是我拍的，但是当时。 你还记得那个服务生吗？时间太久了，我记不住了。你走吧。 但记得你刚刚的承诺，给所有被你伤害过的人一个交代。好，谢谢。 晚上7点了，大家都在等你直播，要不然我们取消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舒心。我选择在今天直播，是想再次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。两年前。 宴会事件我被攻击，这还波及到了我的家人。但那件事情并不是我做的，真正的原因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关于我父亲的谣言。我父亲确实有段时间非常依赖酒精，但那是因为他救了人，受了伤，需要酒精来止痛。他伤好之后就戒酒了，但没有人在意我父亲酗酒的真正原因。 键盘侠只会选取自己想要的部分，凭空捏造出伤人的谎言，在享受恶意抨击他人的快感。这就像是一把剑，杀人又诛心。我今天再次提起这件事情，就是希望大家在网络发言的时候，保持冷静，不要让无辜的人受到网络舆论的伤害。 您的快递先收一下。嗯。
舒星，这些天我反思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，谢谢你让我迷途知返。当年的事情我非常抱歉，我一心只想做一个大新闻，没想到却对你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。接下来我会遵守承诺去自首的，随信附上一张两年前拍到的照片，希望你早日查清当年事实的真相。顾晨，这就是你说的爱我吗？喂，舒星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要带我去哪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舒心，你看，景明，舒心，我想和你说件事。怎么了？其实当年我也在那场晚宴上，两年前我在凌云的生日晚宴上兼职当服务生。你就是和马川搏斗的那个服务生？当时我虽然抓住了马川，但是后来被打晕了，视频还是被公布了出去。对不起，我没能帮到你。其实我一直不敢跟你说这件事儿，但请你相信我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会用尽全力保护你。舒心，其实我用痛恨又感激两年前发生的那件事。我痛恨他，因为他差点毁掉了你的人生，让你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。但我又感谢他，我感谢他让我跨过荧幕，真正来到你的身边守护。让我用行动来表达对你的承诺。
锦觅，你知道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。这枚戒指对现在的我来说太珍贵，也太沉重。没关系。 各位老师，我们的节目要准备录制了，接下来第一个环节是一个热身小游戏。来，我们现站场好了啊！来，工作人员往这边来，来，抓紧，抓紧！来，我们四位演员老师可以站成一排啊，两两站成一排啊。 我们四位人站成一排。四位老师啊，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热身环节。我手里总共拿了三张图，通过两两结合，能够演绎出来的一组动作图。两位老师来给我们演一下，模仿一下，快速把这个动作做出来。好害羞。我们这组图需要男女搭配来做。 天哪，寿星的耳朵都红了呢。好，两位老师完成的非常好啊。你定一下这边。好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小游戏环节到这儿就结束了。那么，请四位老师先到我们的休息区稍作休息，稍等片刻。 要不，嗯，如若，这里，嗯，哦，初心姐，光夜姐找你对一下综艺流程，就在这边。 这不是导播室的方向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